嗱呢個就係好多基督徒嘅狀況啊！其實咧，我曾經畫過一個圖啊，即係而家冇顯示啊，好似個三角形咁啊。最多最多係咩基督徒咧？係成日都話：哎呀，好軟弱啊！哎呀，我需要幫助唔該你幫下我啦！哎呀，我好慘啊，冇力量啦！嗱、啊，呢種基督徒係最多嘅。我希望幫到更多这些呢啲人咧，知道成日諗垃圾、諗唔好嘢咧，就變成好似垃圾咁啦。即係成日都諗唔好嘅嘢咧，必定冇力嘅。 但如果我哋多啲諗神嘅恩典，神一定幫助我哋。嗱，我哋每個人都會总会諗唔好嘅嘢，我都會嘅、哦。不過問題就系我哋几快處理啊！我越快處理，我就话，我選擇相信神系睇重我嘅。我哋可以一齐咧聚集，一齐咧兴起神嘅神嘅工作，讓更多人進入天国，更新佢嘅灵命。當你深信嘅時候，多睇到哇，原來我哋可以做到更伟大嘅事咧，你就越有力量。但系你越睇话。 哎呀，我又俾人激親啦！哎呀，我又唔開心啦，我又煩惱啦，我做咩做唔好啦？你越睇嗰啲咧，你就越冇力噶。所以我哋眼目注目喺神嘅恩典，同埋有人對我哋好啦我哋感謝神。越係咁嘅時候，亦都提升自己生命啦。有啲咩地方需要提升，我哋就提升啦。你就會越嚟越進步嘅。咁啦，我哋亦都係好願意弟兄姊妹配搭啊。其實有時有啲人咧想我哋有人探佢㗎喎。 嗱，啱啱有一個人咧都想我哋去探佢嘅，佢咧嘅而家咧佢要坐輪椅嘅，咁咧如果有人有心咧，你去去探佢咧，去操練幫助人咧，神就歡喜嘅，即係無論探嘅人係咩嘅形式，我哋都可以，即係咩狀態，我哋都可以俾神用嘅。咁、嗯、求主幫我哋一步步提升，深信我哋係非常重要，我哋可以成為德性嘅基督徒。嗱、啊，你同隔離都讲講，我哋可以成為德性嘅基督徒啊！

喺呢個經文講到，佢哋咧係嗰陣時咧，你哋行事為人順從今世嘅風俗，同埋咧信服空中掌權者嘅首領，就係、是、現今喺博弈之子心中運行嘅邪靈啊。就係咧，裡面係好多罪啊，好多邪靈嘅影響啊。咁咧，當人信主係咪即刻會改變咧？好多都冇即時改變，並且咧係容許罪繼續，就覺得人人都係咁噶啦，佢哋都係咁講講閒話啦，佢哋都係咁煩惱，佢哋都係咁憂傷啦。咁我都係咁，有咩特別啊？咁。 咁佢唔知道其實呢個咧係一個軟弱嘅表現啊，唔係應該有嘅表現，係我哋可以有力量嘅。咁我哋明白原來咧，我哋本來就係軟弱嘅，但係神咧興起我哋，本來我哋有邪靈運行嘅。咁而神嘅靈運行咧，叫我哋重生，係我哋諗都諗唔到，即、就、係、是、好似風隨嘅意思吹，我哋都唔知佢點樣發生。但係神嘅靈就係咁做工啦。咁我哋點知道聖靈做工咧？ 但係我哋會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就係聖靈喺心中居住喺裏面啦。同埋咧，我哋能夠話耶穌係主咧，都係聖靈感動嗱。呢、这個唔係就口講喎，係真係話耶穌係我嘅主，係我嘅救主，係我嘅力量，係我幫助。咁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力量啦。咁而我哋咧係每一個都係新造嘅人啦。咁就唔好去翻舊事咯，舊事依過咯，就脱離嗰啲舊以前嘅事啦。

咁然行為上就會遵從神同埋侍奉神，而侍奉神唔係一定係上台講到嘅。你幫助人嘅靈命，為佢禱告、關心佢啊，幫助佢有咩地方需要，呢個都係侍奉神嘅。凡係榮耀神嘅咧，就係侍奉神啦。咁呢個係聖經講到一定有嘅果子，因為咧喺馬太廿五章佢講到喎，冇做在主嘅頂身上就冇做在主身上。呢啲人要進入為魔鬼同佢嘅使者所預備嘅永火裡面去嘅。咁我哋唔想係。

而家啱啱嗰個奧林匹克比賽啦吓，咁啊係咪游水緊緊個鼻哥上咗水就叫做叻咧？唔係喎，你要夠快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重生之後咧，亦都係做一個德性嘅基督徒。呢個係神嘅心，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噶，覺得我信主他已經好乖，我翻教堂已經好乖噶啦咁。咁係乖嘅，不過呢個係乖嘅開始啫，係咪？咁亦都好多基督徒唔識得點樣從神得力，因為佢唔知道咧。 讚美神、愛神、宣告神嘅美善咧，係叫我哋得力嘅。佢成日猛求神啊，你都唔醫好我嘅神，你都唔愛我嘅，成日都數算佢未有嘅嘢，咁佢就會煩惱啦。咁我哋應該多啲從神得力，同埋我哋有罪性情對抗嘅。我哋知道嗱，有時有啲人話：，哎呀，我而家仲有罪罪嘅意念、哦。我話唔緊要，個個都有㗎。個問題就係你幾快處理個問題幾快處理啊？即係你又出現罪性情，你唔使哎呀死啦！我今日又有罪性情啦。 有罪嘅意念，而系话我即时处理，咁你就得胜啦。而任何破口都带嚟破坏嘅，即系冇走鸡嘅。你话我少少嬲人嘅，但系少少嬲人咧，你嘅心里面咧就会有愤怒啊，你只生命就会破坏啦。少少嘅破坏都会影响生命嘅。咁而好多时咧，就算记忆啊，净系谂埋啲，哎呀佢点样伤害我啊？哎呀我嗰次失败，哎呀嗰次我讲错嘢，嗰次我我谂埋啲唔好嘢，嗱呢啲咧都系会。 係係影響我哋生命嘅，都需要處理。咁你話咁樣做人咪好慘咯？其實唔係喎，嗰啲係垃圾嚟喎。你越處理嗰啲生命，越處理嗰啲唔好嘅記憶，你嘅生命成日都係思想美好嘅事，事事榮耀神，你係越嚟越開心，越嚟越有力量㗎。 我哋中意諗乜嘢啊？你諗神嘅恩典同埋人對你好嘅地方嗱，我哋好希望我哋嘅群體係一個關心嘅群體，又學識點樣為人禱告，點樣關心人，點樣幫助人，係一個咁嘅群體啦。咁你話、啊、感謝主啊，我有啲弟兄姊妹可以幫助我，咁咧你就會開心啦。有神有人幫助我，但係有啲人咧選擇成日諗埋啲唔好嘢咧，佢結果個生命就越嚟越唔好嘅。嗱，譬如好簡單。

淨係嗰啲啊，網上嘅影片啊，嗰啲你入晒心，咁嘅時候呢，你嘅心裏面呢就光硬啦，唔俾神去改變。但係你嘅心柔軟，神嘅話語我就接受。當你接受呢，你嘅人就開心喎，你就有力量喎。而時時諗世上嘅思利錢財嘅迷惑，一定係被影響嘅，或者係不冷不熱，或者咧將起初嘅愛心離棄啦。咁而神呢？

冠乎众人之中嘅喎，喺我里面噶，穿过我哋噶，我哋俾神去运行呢，咁嘅时候呢，我哋就整个生命都跟从神嘅方向啊。咁同埋呢，与主联合就系、是、与主成为一灵。原来呢，我哋唔系单独打仗噶，系神同我哋一齐噶，一定俾神嘅灵感动嘅，有神嘅灵带领嘅。

使人尊贵系你嘅，你能夠使人尊貴，我哋都可以成為尊貴嘅。嗱、啊，你我哋有一日會離開世界。嗱，如果嗰陣時未到世界末日啦，你想啲人記得你係哇呢、這個人真係祝福好多人、啊，或者甚至話佢都有祝福過我、啊。你想人記得係咁樣，亦或記得啊佢一世都係成日都好軟弱嘅，成日都係好多問題嘅，幫來幫去都幫唔晒嘅咁咁嘅時候呢，你係想邊一樣呢？ 其實我哋都可以成為尊貴嘅人啊！如果你深信你可以成為尊貴嘅人，你一齊去呼去啊，去啊宣告，我可以成為尊貴嘅人,人,人,人，我可以成為尊貴嘅人，我可以成為尊貴嘅人，我可以成為滿有能力嘅人嚇。你老人家係咪行得通㗎？得唔得㗎？一定行得通嘅，一定做得到嘅。嗯、德聖人點啊？喺神嘅殿作處子喎、哦。你諗下喺而家嘅天國，神嘅恩典嘅國度係處子喺天國。 天上都係柱子啊！即、就、係、是、你係好重要嘅一一份子啊！係呢個教會嘅運作，就是、因為呢啲愛主嘅基督徒佢哋所做嘅，托住呢個教會所有嘅運作。咁我希望大家都成為神嘅殿嘅柱子啊，同埋坐喺耶穌嘅寶座上，同佢一齊坐啊！咁啦，嗱、这、呢個真係好親密關係啦。德勝嘅基督徒有呢個福分啦，同埋咧可以承受呢啲為產業啦。

咁同埋我哋咧就建造咗呢個磐石上喎，呢、這個根基上啦，咁咧就係金銀寶石，咁啊永遠長存嘅。我哋都喺場上賽跑就得到賞賜啦。好啦，咁點樣嗱？我哋今次除咗次，就講到點樣靠主輕鬆得勝，唔係靠主好辛苦，因為耶穌話我呃係容易，我彈即係輕省，係輕省係容易嘅，因為神係幫我哋嘅。嗱，首先咧得勝係乜嘢咧？ 系知觉，我有咩問題？嗱，你唔知覺你咩問題，你唔得得唔能夠得勝喎。你知覺原來我好容易俾人激親嘅。嗱，你知覺到唔係代表你就繼續俾人激親，而係你跟住點樣處理啦？就係話唔緊要噶，我唔使俾人傷害噶。佢嘅説話唔能夠影響我噶，因為神托住我，神加力俾我噶。嗱，你知覺你就能夠得勝。嗱，大家知唔知覺你有咩問題呢？ 情緒問題啦，俾人影響啦，負面思想啦，唔肯發揮啦，唔敢發揮啦，俾人壓住啦，覺得自己冇用啦，或者咧係好似失敗啦，成日都失敗啦，人際關係有問題啦，嗱，無論係乜嘢都好，你知覺，你話神啊，幫助我今年嘅計劃嗱，嗰陣時讀小學嗰時咧，或者讀中學都會有嘅作文說，成日都話我今年有咩計劃，我暑假有咩計劃。 啊！暑假實際做咗乜嘢咁啊？即係會有啲咁嘅作文啦嚇。咁我哋可唔可以今年就話神啊？我可唔可以我第二年、明年今日我可以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嗱、啊？如果你個心有呢個知覺，我而家俾咩捆鎖，我而家開始處理啲問題，處理啲任何嘅喺我面前面對嘅，我日常都面對嗱、啊。你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問題嘅。 啊，可能係人際啦、家庭啦、啊內心世界啦、啊工作啦、啊、侍奉啦，無論咩問題都好，你知覺到我就開始去處理啦。我開始處理，我進步咧些少，我就欣賞自己，唔好等到進步晒先開心、啊。因為耶穌話：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賞賜，即係你做一點一滴，神都中意。咁所以我哋開始進步你就開心啦，感謝主，我今日有進步。啊，李老友，我今日有進步，咁樣呢，我哋就可以。 向住呢個方向去，咁所以第一知道我哋需要處理乜嘢，然後咧就去發揮生命啦。知道需要處理，就勝過嗰啲問題同埋嘅發揮生命。嗱、啊，古代嘅官咧接嗰啲皇帝嘅聖旨咧，我諗大家有時睇過啲電影咧都會睇到啦。接聖旨咁嗰啲字眼，我唔知啊係點樣。咁啊跪低喎，喺聖旨度啊。咁你下低個圖咧，左手邊咧跪低喎，要跪低接聖旨嘅喎。咁。 右上角個圖都係喎嗱，不過唔係好清楚睇得到啊，唔係左上角對唔住啊。咁咧就係跪低喺度接聖旨喎。嗱，皇帝嘅聖旨都咁緊張，咁神嘅旨意啊，神嘅心意，每一個感動啊，係咪聖旨嚟嘅咧？其實係萬王之王嘅聖旨嚟嘅，即係每一個感動，神話嗱你悔改啦。嗱，好多人就覺得喂呢啲。 系家常便饭啦，唔紧唔咁紧张啦。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喎，或者话你可以发挥啊，你可以祝福呢个人，你可以关心佢，你可以讲由我说话。嗱，呢个感动咧，其实就系神嘅圣旨。咁你会唔会话神啊？我接呢个圣旨啦，好啦，我遵从啦。嗱，就系、是、咁简单嘅啫。睇重每一个神嘅感动都系圣旨，每一次有圣灵感动，我就接呢个圣旨。神啊，我就行呢条路。 當你接呢個聖子嘅時候咧，你就開始進步喎。嗱，好似好簡單吓。當我啊認識呢位姊妹咧，佢彈琴好好啊，咁我請佢彈一彈然樣。佢以前教琴嘅添嘅，咁我就請佢彈一彈，哇，好好聽喎、啊、咁。咁我就唔會話，哇，佢好聽，咁咪即係取代咗我咯？咁我咪即係啊，唔使彈啦、啊、咁。但我心唔係咁諗喎。哇，佢咁好，我哋配搭一齊，配搭一齊。 咁咧，我哋又揾到另一個姊妹啊，打鼓咯，配搭一齊。咁我係彈吉他咯。唔就算有日有人再彈吉他，我唔唔彈乜嘢都唔彈，淨係帶領都好噶嘛，係咪？即係總之咧，就係話嗱聖靈感動我、哦，既然有呢啲人才嚟到我中間，我哋就去發揮啦。咁亦都有啲人嚟到我哋中間咧，佢就話咯，我想侍奉，我想學侍奉。咁咧，我就即刻咧就話好，我哋就點樣方法提升更多人進入侍奉。 呢個咧就係回應神俾我個聖旨啊！當我回應嘅時候，神就會提升啦，神就會幫助。咁啊，我哋譬如呢位姐妹啊，佢就係本來咁軟弱嘅嗱、啊，我睇翻原來之前咧佢都有啲見證噶。開頭災難嚟嗰陣時咧，你揾翻咧可以揾翻佢啲見證噶。佢初頭嗰陣時嘅軟弱，但係神咧依持佢。咁啊，我就唔會話，哎呀你，哎呀你二年班，你排下隊先啦，你慢慢先啦咁啊。即係有啲人真係同佢咁講啊，你。 唔得噶，你唔唔夠資格啊，未未夠學識啊。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神會俾人智慧嘅。咁啊聖靈俾我啲感動啊，咁啊提升佢，佢真係好真係好乖，好聽話係成日關心人，係非常熱切地關心人。咁呢個就係原來睇到原來唔係睇外表嘅聖靈感動我哋點樣信服聖靈嗱，聖靈感動你你就回應啦，你嘅生命就提升啦。嗱、這、呢個係非常重要嘅。

其實有其他經文嘅，譬如聖經有講到啊，婦人依然忘記佢吃奶嘅嬰孩，唔念恤佢所生嘅兒子，即係有忘記我都唔會忘記你。呢度都係講到神嘅憐憫啦，佢恩愛歡欣喜樂，默而愛愛，請我哋喜樂而歡呼都係感情嘅。嗱、啊、呢度咧講到佢憐憫我哋嘅感情，就係話咧原來犯罪咧係叫神嘅聖靈咧擔憂啊，即係佢會擔心嘅，佢會唔開心嘅。 原来我哋有啲嘢做得唔啱咧，佢会唔开心；，亦都做得啱咧，佢会开心啊！佢因我哋欢欣喜乐嘅。咁同埋咧，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唔听话，佢哋抵抗神。但系耶稣嚟到，佢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去先知有石头打死啦，奉差遣到你这里来嘅人。虽然佢哋咁唔听话，但系咧，耶稣话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嗱，呢度睇得到，我多次系边个咧？系神。

母親佢嘅母雞嗰度學習啦，咁我哋嘅神咧都系咁樣祝福我哋、憐憫我哋。原來佢係有感情，佢接納我哋、憐憫我哋。雖然我哋有軟弱，但系神係接納我哋嘅，佢唔會話你失敗太多啦，你犯罪太多啦，你冇乜用噶。神唔會咁話嘅，神永遠都係憐憫，永遠都係幫助，永遠都係提升，一路提升我哋嘅。嗱呢句説話咧，神俾我嘅。 一樣恩典養百樣人，嗱大家聽過啦，一一樣米啊養百百樣人啦嚇。咁我而家將一樣恩典啊，即係咧有啲人咧養出嚟點咧，成日都好軟弱。嗱，同樣嘅神，同樣嘅恩典，同樣嘅聖靈，同樣嘅聖經，但係好多人咧係好軟弱嘅。但係有啲人咧領受神嘅恩典，哇，好感激神，好大嘅回應。我感謝神啊，神俾我好～ 強烈嘅回應，當我一知道有神咧，因為我細嗰陣時咧，啊，其實我翻過教堂一年嘅，不過嗰陣時咧真係好蒙查查，我冇深刻印象。啊，嗰位校長啊，嗰陣時候我喺粉嶺啊浸信會小學啊，而家係做咗幼稚園嘅，不過唔知而家仲喺咪度啊？咁我都經過間嗰間學校嘅師哥，咁咧就我唔記得佢有講過真係去天堂嗱，我記得佢講耶穌嘅。 有唱耶穌嘅歌嘅，但我唔記得佢有講去天堂，同埋咧你唔信耶穌可以落地獄㗎。我唔記得有咁樣嘅信息，我亦都唔記得佢有講你點樣可以清楚得救。我唔記得有呢個意念。咁啊，我喺中學時期我又諗翻，我諗翻我話其實呢啲咧都係可能氹人嘅啫，啊氹啲富裕啊，啊咁啊就啊我都唔使嘅咁樣，都係呃人嘅啫。咁我嗰陣時咁樣諗，但係後來咧有一次我。 啊！睇一本科學嘅書，佢裏面有講到呢。佢話呢個世界咁有秩序，係唔係神創造呢？咁佢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我就好好奇，哇！科學家都話有神。咁後來我見到基督徒，我就問佢有冇證據證明有神。當佢話有證據嘅時候，我係非常之興奮。我猛咁問佢問題。然後呢，我後來研究，我後來有一次喺基督教書局揾到本書，叫做《聖經手冊》，裏面有列出聖經嘅預言點樣耶穌應驗。 我就買本書翻去，每一處經文逐處逐處去抄，我就發現真係好多證據，我就好興奮啊！我就講俾好多人聽，咁我就感謝神啊！神俾我呢，即係當我知道有神同埋有愛我嘅神，我係好興奮嘅回應噶。喺我信得主冇幾耐咧，我就開始有個心，我就神啊！如果你願意，我係願意成為牧師去去侍奉神，去將我哋福音傳俾更多人，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有神。嗰时時我仲翻教堂有個心啊！ 唔知喺教堂啲人係咪個個都信神係真嘅呢？我真係問佢哋咁，我發覺有啲唔係真係信嘅。我就陪佢特登咧早翻團契同佢哋傾偈，然後呢，完咗就我留喺度同佢哋傾偈，陪佢翻屋企一路行一路同佢傾。當時神已經俾我呢個心啊！我多謝神啊！真係神感動我，我就回應啦。咁呢個就係神喺我哋心中個恩典嚟到，我哋就回應神。譬如我經歷聖靈，當安卡羅呢個佈道家 阿根廷嘅布道家为我按手，神嘅爱充满爱仇我嘅手，我系非常之感激噶。我神系原来可以咁样的经历嘅，我就好兴奋，好兴奋，用好多时间祈祷啦，同埋咧为人按手，发觉好多人经历圣灵，我就好兴奋，我就后来宣教，亦都帮好多人经历圣灵，就俾我睇到原来圣灵嘅能力系咁真嘅，好似圣经时代嘅。同埋当我第一次为人祈祷佢病得医治嗰时，我啊原来圣经时代嘅神迹今日都有嘅咁。 就改變我對侍奉嘅心態，就係原來一陽恩典養百樣人。咁你嗱，大家都見咗嗱，我哋中間有時有人祈禱得醫治啦，有人有趕邪靈啦，有人得喜樂平安啦，生命改變啦，大家都睇到聖靈工作。有時你跟外宣教睇到嗰啲人點樣經歷聖靈，你知道神咁真嘅時候，我希望你會回應神啦。哇，原來神嘅恩典咁大嘅，而且知道咧土神起用係唔難嘅。

咁啊，下一層上一層啦，為主作見證啦。然後咧，曾經受訓練果子更多啊！呢啲嗱受訓練好緊要嘅。點樣處理生命？點樣去幫人？點樣輔導人？點樣傳福音？呢、这個係好緊要。點樣為人祈禱？嗱，其實我哋有時咧，有啲人請我哋去祈禱，去祝福佢，係你哋練習嘅好機會。你為佢祈禱咧，你就幫你點樣建立人嘅靈命。咁啊，其實啱啱我收到呢、这個啊請、呃、求咧，有個人咧，佢嘅靈命係弱嘅。 所以唔係單係為佢嘅疾病祈禱，係為佢嘅靈命軟弱點樣幫佢提升啊？咁、嗯、由呢度講到最高層次係點樣咧？係聖靈充滿，唔怕受苦嘅，有策略性嘅侍奉，同埋主就會喜悅同埋珍惜即係話咧，有神嘅強烈嘅同在，時時親近神，有神強烈嘅同在，唔使驚俾人拒絕，有人拒絕唔緊要嘅。嗱，策略性咩意思咧？嗱，有啲人做嘢都係咁話，一生人流。

佢係有策略，不過他做唔到出嚟，或者佢根本冇策略。嗱，我哋生命係可以有策略㗎。我係有策略㗎，雖然我年紀都唔細喎，我係有策略。領受嘅信息，我要盡快將佢寫出嚟，盡快教導錄影放在網上，然後訓練更多人學習呢啲教導。揾到邊啲人願意學習嘅，我就訓練嗰啲人。咁呢個咧就係、是、策略啦。有啲人咧，佢一生咧就係、是。 見到乜做乜咯啊！而家要翻工咪翻工咯啊！放工咪睇下看看有咩做咪做乜嘢咯。即係總之佢嘅生命就係隨意嘅。隨意嘅人佢唔會結出各樣嘅果子嘅。但係有策略性嘅，我留意到我的問題，我處理然後我點樣發揮生命呢、這個咧就會進入不同嘅層次啦。嗱，好緊要係有聖經嘅話語。點解咧？因為點解咁多人搖搖鴨鴨咧？ 点解我成日都咁稳定？我知道土神喜悦系唔难呢，因为我捉实神嘅应许，神嘅话语捉实佢咁咧。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我记得我一初信嗰阵时，我即刻咧系好快速将新嘅圣经睇咗好多次，好快觉得好吸引。哇！神原来咁有能力嘅神，耶稣原来因为嗰阵时我知知道证明神嘅证据，所以我睇新嘅时候，我唔系当系睇本书啊，我系我知道呢个系耶稣神嚟到世界上嘅经历嚟嘅。

即係有好多日常生活嘅，咁佢哋行到去邊度啊？去到邊個城市啊？咁呢啲即係你念咗都冇乜大用嘅，即係佢哋去到邊個城市冇乜大用嘅。但係講到點樣依靠神啊，佢哋被捉啊，都喺度半夜咧走喺度讚唱詩讚美神啊，或者係啊以啊等候耶和華必重新得力。咁呢啲經文咧就係、是、幫助我哋嘅。咁我哋首先有個愛慕純淨嘅靈奶啦，俾得前書二章二節嗱嗱，大家信主咧就好似。 B B 仔出世啦，不过有啲基督徒咧，一世都系 B B 嘅，你点样知道佢系 B B 咧？成日一样咁容易扭计嘅，一样咧，哎呀，我唔翻教会啦，哎呀，我，哎呀，我唔帮人啦，我唔祈祷啦，哎呀，神都唔帮我嘅咁嗱，即系、就是、扭计嘅，即、就、系、是、小朋友嚟嘅啫，咁啊，佢即系未大啊，咁但系有啲基督徒咧，信主好短时间，即时咧就作见证。嗰时我喺一间啊，即、就、系、是、我信咗主。 啊，兩三年到啦。我就喺間啊天主教學校教啊教書。咁第三年咧就係基督教學校教書。咁我喺第二年教呢個基督啊天主教學校教書啦。我可以同嗰神父傾偈喎。我同佢講關於啊基督教同埋啊啊天主教嘅分別。我同佢討論啊聖經裡面點樣講法。咁佢問我：你信咗耶穌幾耐？我信咗三年。 佢話：嚇、啊，你信咗三年就識咁識聖經嘅咧咁，即係咁短時間我，我同佢即係可以同佢溝通好多嘅經文。咁第三年我教一間基督教學嘅時候咧，我就全班學生帶晒全部嘅學生信曬耶穌。我班啊，我係班主任個班，同埋咧我就禮拜六朝頭早咧，咁其實我去到參啊見呢、這個。 見啊，見工嘅時候呢份工咧，就係、是、其實係彭孝廉校長佢係開呢個興學正基協會啊，就係、是、想透過學校嚟到傳呼音嘅一個好有意象嘅人嚟嘅。當佢 interview 我嘅時候咧，見我嘅時候咧，我就講到我點信主、點樣傳呼音。佢就話佢就選咗我做團契嘅啊、嗯、主席啊，初級團契 form one to three 嘅團契嘅主席。咁咧，我哋團契嗰陣時候好似係十點鐘嘅朝頭早。 但係我就叫啲學生啦，邊個可以嘅跟我一齊七點鐘去冰頭花園傳福音。佢哋真係同我去，咁我就好多即係好多个禮拜。同埋咧，我就喺午餐啊，午餐嘅時間咧，我就同啲學生講啦。嗱，我開一個啊啊呢、這個信仰嘅初步班。咁後來有個查經班，即係每一個星期有兩個 lunch time 咧，我係同啲學生查聖經嘅，同埋咧幫助佢信仰嘅。 咁咧，亦都咧，我係叫佢寫嗰啲啊啊日記啊，即係同我周記啊，寫啲佢哋嘅問題啊。咁佢哋寫咧，咁我又回應佢嘅。咁當時嚟講咧，即、就、係、是、我都係一路影響緊啊嗰度嘅學生同埋嗰個老師。咁呢個咧就係、是、我信咗主嗰陣時咧，係四年嘅時間。咁我即刻咧已經係好熱切咧去傳人福音，就係、是。 我捉緊聖經嘅話，亦都同佢哋分析聖經啊，解釋聖經，去去同佢哋去解聖經。我希望大家都學習啊。咁點樣嚟呢？就係、是、要愛慕純正嘅靈奶，就係、是、時時去思想、去諗聖經嘅話語，放在記憶裏面，就叫我哋漸長啦，以至能夠得救。咁你同埋我哋嘗個主因之美呢，就一定係咁啊，因為主係活石。

你嘅信仰能夠有人一同你講信仰，你即刻能夠用聖經回答佢嘅。你嘅心里有疑問，即刻能夠用聖經回答嘅。嗱、啊、喺我初信嘅時候，我向好多人傳呼音，個數目係好多好多。佢哋問我好多問題，咁有啲我唔即刻識答喎，我就翻去睇書啦、睇聖經啦，我就去諗思想，然後我就回答翻佢。咁所以基本上，我而家見到任何人佢講關於信仰嘅問題，我都識答嘅，我都聽過嘅。咁呢個就係我。 熟習聖經同埋咧熟習用聖經去回答人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學習嘅我哋就被建造成為靈功啦，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預立嘅靈制。咁呢個就係話我哋一定想靈命好，一定係喜悅神嘅話語，天天讀同埋去背，同埋思想同埋應用。咗又應用喎，你識好多經文都冇用喎，係冇應用出嚟。咁而我哋點樣讀聖經同埋靈修呢？ 嗱，最好喺早上啦。有啲人可能時間唔許可，唔喺早上。咁咧，總之你定一個時間，或一個時間你可以係有靈修嘅時間。咁啊，係能夠從神得力。首先咧，係唱詩歌讚美神，又禱告同埋睇聖經啦。咁咧就順次就睇新約幾次先讀舊約，因為舊約咧比較難明嘅。咁你睇咗新約，熟悉新約啦。咁然後你睇舊約，但係睇舊約嘅時候都同時睇新約。點解咧？

佢就為我預備眼睛，未人睇見恩典嘅，所以我就捉實呢句應許，侍奉神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一次我就捉實呢個應許。即係有啲經文喺你嘅心中咧，成日都穩妥嘅。神喺我前後環繞我，按上我身上，所以佢時時陪伴我。我全呼音，佢一定與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我唔使驚嘅。咁樣咧，有咩人攻擊你，你就話咧啊！神已經俾我權柄可以踐入蛇同蝎子。

站到得穩啦，咁亦都可以讀一啲靈修嘅材料嘅。不過讀靈修材料不能唔能夠取代聖經嘅，即係有好多靈修嘅書籍啊，靈網上都有嘅，嗰啲啊 App 手機嘅 App 都好多靈修嘅材料嘅。咁同埋咧，長時間投入讚美神同埋愛慕神咧，就可以經歷神嘅平安喜樂嘅生命就更被提升啦。所以喺親近神嗰度時時讚美神，親近神有神嘅同在。 咁希望大家都能夠有恒常嘅親近神嘅時間，俾神去改變。咁而好緊要呢，就係、是、個信心不搖動啊！即係話捉實神嘅應許。如果疑惑嘅人呢，就好似海中個波浪，被風吹動翻騰，好似呢一船啊！哇！嗰啲風浪係咁吹嘅時候，你坐船都唔好坐啦，係咪啊？即 <laughs> 係搖來搖去，搖來搖去。有啲人嘅熟練生命就係咁啊！哎呀，死啦死啦！哎呀，有人傷害我啦！哎呀，慘啦，好慘啦咁啊！咁但係我哋永遠都捉實。 唔緊要嘅，我依靠嘅神，我唔係依靠人。嗱，我都曾經喺教會受過傷害嘅，但我的深信我係依靠神，唔係依靠人。所以就算被傷害，我都照樣企穩，靠住耶穌企穩。咁亦都一步步靠主點樣處理啦。其實我喺初期侍奉嘅時候，我係曾經被傷害好多年，都心裡面咧係有傷害嘅。但我就一路揾咗個方法點樣處理，因為我堅定深信神一定有出路，神一定幫我嘅。咁啊，信心不疑惑。 嗱，信心神俾我嘅信心嘅定義係咩咧？神應許我放心，跟我一齊講啊！神應許我放心，神做事我放心，放心即係神應承咗我就放心啦。呢、这個就係應許啦，即係應信心啦，就係、是、神應承咗我一定放心，唔使唔使擔心嘅。咁而問下自己喎，嗱，到底你嘅路向係點咧？你係一個疑惑嘅人，係咪心懷意意咧？心懷異即係話。 又諗下呢樣，又諗下呢樣，又諗神，又諗世界。你係跟從神啦、啊，因係你跟從自己想要乜嘢嗱。我發覺有啲年輕人呢，哇！一有個人中意佢啦，哇！真係乜嘢都唔記得晒噶啦，即刻呢，哇！佢係咪信耶穌又唔記得啦？啊，即係又冇去諗呢啲啦？啊，總之啦，呢、這個人中意佢呢，就好似乜嘢都唔忘記晒。咁嘅時候，佢又唔知其實佢自己就跟緊自己啦，跟從感覺。有啲人。 我中意啊嘛，我中意佢啊，所以我就同佢一齊咯。中意未必代表啱嘅。你係跟從人啦，因為跟從世界啦。但係如果我哋見機喺聖經同埋神咧，我哋就會企得穩啦。咁亦都處理罪喎，好緊要啊！我哋成長一定處理罪啊，我哋裡面一定有好多垃圾嘅。咁呢個德勝五部曲，留意有咩負面嘅嗱？我哋一齊讀嗰啲紅色字上面嗰五點嚇、啊，留意破壞性、聖經、禱告、赦免、加力。 選擇信從神，用屬神觀念取代嗱，呢、这個就係德性五部曲，就係話咧，留意到咩罪啊，有咩意念啦，有咩唔好嘅意念啦，深信佢一定有破壞性。咁聖經吩咐我做乜呢？我就祈禱求主赦免同埋俾力量我，然後我就選擇信服，我選擇唔俾人影響，我選擇祝福人。好似下面嘅例子啦，發嬲嗱，本來想鬧人喎，嗱你想得勝一定要處理嘅。如果個人成日都， 哇！一俾人鬧即刻發嬲咧，咁佢一定唔會成長嘅。當俾人鬧嗰時，好嬲啦，即刻就話俾自己聽：我發嬲並唔會成就神嘅意嘅。人嘅怒氣唔能夠成全神嘅意嘅，所以我就親近神，平靜落嚟啦，化解怒氣嘅來源。其實佢都係俾人傷害好多，所以好容易傷害人，所以佢好容易鬧我。但我唔使放在心上嘅，我就話唔緊要嘅。佢鬧我佢啲说話喺空氣中停留半秒鐘都冇。 我唔使放在心上嘅，唔使捉住嗰啲垃圾嘅。或者我哋憎恨人，唔中意呢個人睇笑呢個人嘅時候，我就話咧：我睇小人，神就唔中意我，神亦都睇小我我選擇祝福佢，神就中意，神就提升我生命啦。所以我就開頭唔中意噶。哎呀，呢、这個人咧講説話真係好令人可憎嘅，佢講親嘢咧真係好令人好懵嘅。但係我就話呢、这個係佢嘅問題，我唔使放在心上，我就佢一講完，我盡快化解嗱。

嗱，我喺網上都睇過一啲人講，佢話咧，無論你接受乜嘢嘅輔導，乜嘢嘅幫助，有一點一定你要做，你先可以改變，就係、是、你一定要改，一定要有行動啊！即係譬如人哋輔導你，你揾個幾有用、幾有資格嘅輔導員幫你，輔導員你又唔做呢，即係冇用嘅。咁所以呢，一定係我哋選擇去處理啦，或者有淫念，即刻知道淫念有破壞性嘅。 我選擇神嘅意念嗱，我哋選擇神嘅意念嘅時候咧，神會祝福我哋成為一個聖潔嘅人，更加蒙愛，更加容易有人歡喜。誒，越係淫念嘅人咧，啲人更加唔中意嘅。咁咧，同時聖經都有警戒㗎啦，唔好以為啊，淨係恩典推動，一樣有聖經嘅警戒。唔好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知道犯罪一定有破壞性嘅，信著情欲殺種就情送情,情啊，從。 必從情欲收敗壞。如果冇做在主頂身上，就冇做耶穌身上，就往永刑落去。呢啲係警告啊，即係話冇發揮生命係一定有破壞性嘅。而我哋都知道，我哋原來我哋情緒有不同狀況嘅。我哋留意自己喎、哦，有啲人呢，喺好低嘅狀況，成日都擔憂唔開心嘅。有啲人呢，即、就、係、是、我認識佢咁耐，都好似講佢講親嘢都係好煩，哎呀，好唔開心嗱。有啲人呢，就唔係去到咁煩。 又佢呆滞啦，咁咧再上啲有啲人咧就有壓力，佢又未必咁煩，不過佢成日都喺壓力之下。咁有啲人咧係普通嘅狀況啦，即係誒又唔係太憂傷，又唔係太開心嗰種。咁但係咧，作為基督徒，我可以提醒自己，我可以輕省起樂。嗱呢個要選擇嘅，我都唔係自動會起樂嘅，我要選擇。耶穌愛緊我，我做嘢神歡喜，所以我可以開心。我選擇去感謝神。 選擇正面去諗每一樣嘢，就算有啲嘢發生唔係我想嘅，我選擇用正面去諗。咁呢個就係我選擇啊，點樣處理我裡面嘅問題啦？來、啊、點樣處理負面情緒啦？咁呢個同上面講嘅類似嘅，都係留意到啦，深信嘅破壞性啦，深信神祝福愛佢嘅人嘅，求神赦免啦，同埋化解嗰個負面情緒嘅來源啦。點解我會咁唔開心啊？因為佢激我。 咁佢激我係佢嘅問題，點解我咁唔開心呢？因為我曾經俾人鬧過，我好唔開心，俾人鬧我，令我諗翻啲事情啊，令我覺得唔公平。咁我於是咧就被影響啦。咁我哋就點樣處理呢個化解呢個原因，同埋咧親近神得力。咁咧就負面情緒咧，有時唔係一下子處理到㗎。你負處理咗思想，你俾人鬧完啦，你唔緊要，唔緊要，唔使受影響，但係你仲係唔舒服㗎。 咁你繼續日日讚美神啦，第日會好啲喎、哦。嗱，你讚美神之後又好啲，可能之後又會唔開心，又再讚美神，又再處理。咁慢慢咧，越嚟越平安輕鬆啦。或者俾人傷害咁咧，就係話有耶和幫助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原來德勝係需要處理好多呢啲垃圾嘅。我哋日日都有垃圾入嚟嘅，<laughs> 日日都有垃圾嚟嘅。問題係我哋食垃圾機。

一定建立點樣講説話人哋歡喜嘅，人哋聽完咧會開心嘅，同你相處係開心嘅。咁呢個咧人咧佢有同人關係好嘅時候，佢有健康嘅自我形象，或者做嘢佢做得到嘅，即係佢會有計劃、有定力、有動力、有智慧去做嘅。咁呢個係要學嘅喎，唔係一下子學到嘅喎，要進步嘅喎。咁呢啲咧，當你做到嘅時候，你有健健康嘅自我形象啦。 咁同埋咧，就放下呢啲所有嘅缠绕我哋嘅问题，就仰望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終嘅耶稣。佢开始咗，佢会完成嘅。我就一路跟住佢嗱，向睇住呢个图啊，一路向住标杆直跑，免得疲倦灰心，亦都将身体献上，将生命献上，换再活着唔再系我啦。而我哋开始连説人咧，神就欢喜啦。咁咧，我哋有权柄喎、啊，耶稣话，所有权柄都俾晒我。 咁咧，你哋去使萬民做佢門徒，我哋有呢個權柄，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權柄，我哋捉實呢個權柄。而耶穌就話：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當我哋聽神話、遵從神嘅時候，嗱、啊、呢、這個就開始發揮啦。清理垃圾之後，將身體獻上，發揮生命去遵從神、侍奉神。我哋都需要學習受訓練嘅，係需要受訓練。好多人冇受訓練，佢唔識得處理情緒嘅。 點樣建立同神關係嗱？我哋次次都操練呢樣嘢啦。咁你覺得做唔到，你可以話俾我哋聽嘅。點樣學習領受神嘅大令啦？咁第二咧，學習唔俾人同埋環境影響、哦，就係、是、呢個需要學習嘅，要受訓練嘅。咁即係其實我都講過好多啦。點樣學習應用聖經、講解聖經嗱？呢、这個訓練嘅我都俾大家有機會。如果你想練習呢樣嘢，你可以啊話俾我聽，我就將你放入一個群組裡面嘅。咁咧，同埋咧。 學習明白人嘅內心世界啊，人嗰種思想模式點樣同佢溝通係比較好嘅。咁我感謝神啊，Shirley 有時都提我，有時我啲説話比較硬直啊，咁佢提我點樣咧柔和啲啊，全福音嗰陣時柔和啲啦、啊。咁呢個都係俾我一個提醒，一個進步啊。呢、這個都係可以繼續進步，冇人係進步晒㗎，個個都係進步緊嘅。咁啊，學習點樣做福音預工啦，點樣同人建立關係。 然後引入福音啦，同埋點樣識得用聖經幫人嘅啊、呃、生命同埋全福音啦。咁亦都喺逼迫中站立得穩嗱，呢啲全部都需要訓練嘅。咁呢個係我哋持續會訓練嘅。咁亦都主動學習啊？咩叫主動學習咧？嗱，好簡單。中間呢個圖，你好有興趣煮嘢嘅，譬如你好想食整薄餅啊，咪有時去食咪好食嘅係咪？有個人教你。 即係你好想學整啊！有人教你，你就自然咧，你會好留心嘅。但係如果嗰人教你啊、呃、做掌上壓練力，咁你冇心機啦。你佢喺度教你，你都唔聽㗎，係咪？所以我哋嘅生命係點樣？係在乎我哋有冇專注去學習嗱、呃。有時我講到一啲嘅方法，其實我留意到有啲人講到方法，我就學習佢嘅方法喎、哦。我就留意點解佢咁樣樣講到嘅咧，或者點解呢個人同人傾偈，人哋咁歡喜㗎啦？呢啲就係、是。 去留意主動嗱，有啲人係被動嘅，主動埋嚟咪食咯。咁、啊、你聽到我咁坐喺度聽咯，聽但係咁咧得到好少嘅啫。但係你主動嗱、啊，每一堂當我講到點樣提升生命，今日依次講到點樣得勝，咁你話神啊，我係咪得勝呢？我點可以得勝呢？我要留心學點樣得勝啦、啊。咁你啱啱講完啦，你就話神啊，幫我行出嚟。咁呢個就係一個主動嘅學習方法方法，主動去有動力去學習啦。 知道自己嘅強弱項些，嗱有啲人咧唱歌成日走音嘅，咁你嘗試去帶領敬拜咧，未必有一個好嘅選擇啊。咁啊，即係每一個人有不同嘅恩賜噶嘛，咁咧去認識自己嘅恩賜啦，去揾機會學習啦，咁咧聽訓練嘅時候主動學習，即係好似嗰啲圖嗰舉手問問題，同埋觀察人哋點樣做法，主動練習，咁有機會就應用出嚟啦。嗱，譬如我曾經參加聖年聚會，跟住我去宣教，我試下應用喎、啊。 哇！嗰啲、哦、人真係經歷勝利，我就發覺可以用出嚟嘅，又評估自己進步，又欣賞自己進步。嗱，如果冇策略，就算你一日嘅時間你都可以嘥咗。但有策略呢，清晰嘅策略，你嘅生命就可以提升啦。嗱，我哋侍奉係有不同嘅策略嘅。神俾我呢個策略係咩呢？我哋唔係淨係祝福呢個群體，我係祝福你哋、訓練你哋、影響你周圍嘅人。 因为末世系好需要呢啲人，其实你发觉哇，而家啲天气变化系咪好急剧啊？嗰啲洪水啊，嗰啲热浪啊，香港真系热得好紧要。啊、当你睇到啲情况咁嘅时候，真系话俾我听，耶稣快要翻嚟，亦都好多国家好似随时会打仗，呢、这个危机好重，所以世界末期好快嚟到。我哋需要更多求神俾我哋策略，神就俾我呢个策略系去。 提升你哋嘅生命，去俾神使用嗱。我一齐起,起身祷告，神啊，帮我哋清理垃圾，建立同神关系，又有策略性去侍奉，受训练，点样一步步提升。当你有心咁嘅时候，神就会兴起你。亲爱天父，我哋多,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赞美你，多谢赞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呢日，碎心你可以去弹琴。多谢天父嘅大恩大爱，主要感动我哋嘅心，叫我哋心里柔和谦卑，叫我嚟到神面前真系系好泥土，叫我哋咧心里柔和谦卑，受耶稣嘅教导，知道我哋可能食过好多垃圾，知道我哋里面可能很多不好多唔好嘅嘢。 好多嘅软弱，但系神你好想帮助我哋提升，我哋个个都可以成为宝贵嘅人嘅，我哋个个都可以俾神大大嘅使用，我哋个个都可以提升嘅，我哋个个都可以受训练，我哋可以去到更高嘅层次。主耶稣帮助我哋，本来我哋可能去到做一只鹰嘅层次嘅，但有啲人成日都系在净系做一只鸡仔，求主帮我哋唔再系做鸡仔。 系做一个鹰嘅层次，帮助我哋靠住耶稣，去到一个更高嘅层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嗱呢一阵我俾大家一个安静嘅时间，你默想一下，你有乜嘢需要清理，然后有乜嘢可以进步，点样可以有策略性嘅进入神嘅计划？嗱，首先呢、这个时候。 谂下有啲咩烂咗你嘅先，有啲咩清理嘅先。当我哋谂到呢啲需要清理嘅时候，我哋唔使气馁嘅。我话神啊，靠着靠着你，我今日开始处理。 我开始进步，我开始唔俾人影响咁多，我开始唔俾我情绪影响，靠住耶稣向前去。又跟住你问神啦、啊，神啦、啊，我嘅恩赐系乜嘢？我最强系乜嘢？我点样发挥我嘅生命？你问神嗱，一阵间我问翻你，如果你喺呢个时候你领受到，或者你留意到你嘅恩赐强系乜嘢噶，你可以大声讲出嚟。一阵间吓，大家谂一谂先。你问神。 神啊，我最强嘅应该系乜嘢？喺边方面发挥系我最应该发挥嘅？嗱、啊，有边个谂到嘅？你可以大声讲出嚟啊！大声讲出嚟，你谂到边一样系你想发挥嘅地方嘅？请你放胆大声讲出嚟，唔使惊嘅。有冇人谂到啊？ 你唔好觉得不可能啊！你只要你话神啊，我愿意，你教我啦，你带我啦，你就可以喺嗰件事上得胜，能够向前去。主耶稣帮助我哋，有冇人谂到啊？喺呢个时候，你唔使惊噶，唔使话哎呀咁啊，好骄傲啊！唔系骄傲嘅，呢、这个系生命可以发挥嘅。嗱，我想问下前面嘅姊妹先，我知道佢知嘅。